吧，去 Seven。今天要买哪一罐呢？苹果牛奶。苹果牛奶。哦，买苹果牛奶在哪里呢？有卖完了吗？在那里，那个是老板的吗？这个苹果牛奶。嗯，好，你拿好，你拿好。那个是光头老板的。对呀，还有两种。对呀，你要喝哪一种？我要喝这一种。那我要喝这一种吗？要啊。那走去跟姐姐买单。好，那你的钱钱拿出来。我没有钱。你没有钱钱。没有钱钱，你要跟人家买。好，你给姐姐。用 iCash。你方便吗？不用。这边二五，我帮你打印。Hello， 明天46，谢谢。好。那来旁边坐哦。要来这里坐吗？你要去坐前面哦。哇，这里桌子脏脏的，我们去坐旁边好，坐这里。因为刚刚有人吃饭啊。有人在这里吃饭。对啊。那要我帮你们？不要。